妈妈的爱就是安尼跳出来安尼。今天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弹跳花，这弹跳花就简单嘞。拿出色纸，反复对折，折出扇形。今年86岁的秋黄阿婶回忆童年故事多。啊，就过过这样对吧？啊，日本老师我教我教。哦，我教我教吼。对啊。我教过教的。哦，啊，你吼，你细汉的时阵嘛捌用过嘛？细汉的时捌用。读册拢有算过。读册算过啊，啊，够算什么会？几乎是一对一的陪伴，慈济志工定期拜访海山托老中心，气氛大不同。真欢喜，哦，阿妈真欢喜，咱来咱老家都真欢喜啊，感觉气氛都完全不一样，就带动所有的。不然的话，平常你看他们都是坐在那边静静的，都不动，然后你们一来，他们就开始变得比较活泼，比较会动头脑、动手这样。足感谢，感谢恁大家吼，安尼真有疼惜这老伙仔啦，足欢喜啊！会当甲真侪人熟识，足好啊，身体拢健康啊嘞。人生七十才开始，九十还年轻，慈济人带团康不亦乐乎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吴美珍、陈庆雄台北报道。来看到。